早っ。直接按这个就可以了，按电机启动啊，不是？再把它打成双手联动。好，然后你人到边上来。外线，再双手启动一下。然后你把它打到脚踏，用脚踩一下。再把它打到那个双手单次。帮我把这个电器箱打开，电器箱打开。好了好了。